这个是没金属的，先过一下。这个呢，这是你寄过来的样品啊。没放进去。在这里嘛，就是一个点在那里。哎，你他是吧？这是你寄过来很小的，小的先是小的啊，那把它放进去还是贴上去？你不是你卡这里，你给它卡这里，卡那个胶带箱。嗯，启动了没有？启动。休息了，嗯，干嘛吃瓜的？都饿，我们才会这么早吃的。错可能。大的肯定行的。嗯。这个，你这个给它翻过来，放下面。这个位置就差不多4点了，可以了吗？人就过江了。还是放下来吗？嗯。